看下郑州卧龙游乐盛产的货车间，刚刚试吹的这款机械战神充气车，它是目前市场上很受小朋友欢迎的一款充气城堡，也是郑州卧龙游乐销量比较高的一款。高大威武的机器人主题设计是该款产品的一大特点，棱角分明，机械感很足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目前市面上其他同款上下这个机器人设计，你会发现卧龙游乐的就是不一样。我们再来看看内部玩法设计，也是比较丰富，有拳击台、钻洞、小攀岩、障碍、小爬梯等，小朋友们可以在里面充分体验蹦跳、攀爬的快感。如果您有需要，可私信我们详询。